你们是哪里的北京人？我们是四川人。四川人，长沙的。你们都是长沙话。哦，不要。是哪里的吗？我是四川巫山县。巫山县的。嗯。这不是那个任务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任务啊，任务就是玩啊，在这里。就玩。就玩。那也对啊，你就是玩啊。试试嘛。真的。玩。原来你们在做什么？装修。都是装修的。对。这就是最大的，就是最大的。那帅一下。对啊，地最大一点。不就是了？不就是了？你多大？你多大？我是六十岁。十几？十七。你呢？我十八。老鹰抓小鸡玩过没有？玩过。我们先玩老鹰抓小鸡，好吧？好。你切过老鹰吗？现在下面再做一个练习，就在这个样子，就在这个墙这个地方哈。